为什么说中国男篮有机会重新迎来亚洲第一中锋？你看李凯尔同志最近在干什么？按照勇士的最新体测来看，李凯尔是勇士除了波斯特之外最高的球员，而波斯特是饮水机管理员之一，在主力阵容中只有鲁尼的身高和李凯尔相同。在加盟勇士的时候，格林就让李凯尔做好打中锋的准备。李凯尔同志也表示，我能有效防守中锋，如今在联盟想赢球需要拥有一些身高优势，约基奇和安比德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更让中国球迷值得期待的是，李凯尔最近还优化了自己的出手姿势。要知道，此前的李凯尔投篮非常缓慢，动作也非常奇怪，所以在李凯尔加盟勇士的第一时间，科尔就告诉李凯尔，新赛季他可能会出任空间型五号位，所以科尔马上为李凯尔派出了投篮教练。这位投篮教练曾指导过库里和汤普森，如今李凯尔又成了他的关门弟子。如果新赛季的李凯尔既可以打空间型五号位，又可以打组织前锋，那么勇士不仅可以得到一个万金油球员，中国男篮也可以得到一个划时代的前锋。所以如此出色的李凯尔再配合努力追梦的崔永熙，未来的中国男篮绝对值得期待。